样的音乐我都听到吐了，早上就玩到晚上，晚上就玩到通宵，玩五千局连第二关都没过，坟头草比城墙都高啊。羊那个羊，这款游戏的策划，我呢希望你们跟我啊说说心里话，你们是为了赚钱呢，还是诚心来找骂？不找骂，做个游戏直接把我整爆炸。这么说吧，第一关的难度堪比一加一，到了第二关你直接就让我去造飞机，我造得出来吗？我亲爱的策划老师，我从昨天晚上玩到现在都想摔手机。说你为了赚钱吧，广告就给我一条，只有一次机会能够反悔，不跟我多聊。好几次我离成功仅有一步之遥，这一晚上给我急得我咋可能睡得着。这么火的游戏不赚钱我都替你惋惜，你要多给我看几条广告我肯定感激。我就爱看广告，给我来一拖拉机，不然我把手机摔了你给我买新手机。那是老娘的手机。大家千万别去玩啊。